对，你可以看出他已经站在球桌的边边哈，这移过去还是做一个进攻的。好，撤开，非常强劲的杀球，好球。而且发球方哈，当然有长有短变化，但是还是以短球。不让许昕进攻，结果自己是失误了。好，好，中远台对了。好，中远台对了，也是他很拿手的一个进攻啊。好，撤开，不接。好，发完球，哦，在流拍的运动员。就是要练好的步伐。4-9，好，在第二发球。哇，两大角度哈，已经压住，哇，这个已经压住了，哦，再次的对角，哦，直线打到球不容易。还是哦，对对，刚刚前一球一发球失，为了要保险哈，发球又过场领先。为的短球哈，要如何的有一些摆短或者领球？哦，对，开始领球了呢，已经打出的一个旋转球角度。急仓球已经有高大的一个步伐，哦，你可以看出确实，哎，一个触网机会的，好，一个攻击，好，侧身，哇，哦，完全是。水果者心里一定想说，位置打错了，位置打错了。好，侧身的，好，中远台对了，哇，哇，这两位选手，你可以看出两个都是左手哦。拉球的质量的能力，但是这个球可以看出许昕呢发出的力量呢是稍微行。哦，许昕退台，而且呢只用到他的反手击球就是机会了。哦，哦，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许昕的侧身哦。方向啊，好，不理想啊，你只要一弹跳出台，当然直接拿分了。哇，好，到了第十分，一个寂寞点出现。哇，漂亮，摆得又短哈，当然比时落后哈，啊，两分的一个机会应该收不准，哎呀，发球太长了，发球太长了的过程哈，日本的水谷隼呢要还是自己的发球哈，比较有利的位置呢出现了多次的选手呢，啊，胜负最重要的技术，但是呢不能太长啊。在发球上，许昕呢已经是力量哈，能够反拉，哇，这是直拍切，撤开，哇，这个
了解喜新呢、啊。所以水谷隼拿到第五分。哇，互相的中远台对了，的对攻的技术啊，啊，可以看出喜新的拉球哈、啊。一直改变一个弧线啊，最后一板呢还打到，好，好杀高球，跳跳杀球，哦还有，哦小心反拉了，哦，喜新也看看他的球拍。他觉得他应该有把握的，哇，杀高球，哦，哇，确实是很高的，哦，哇，哇，这个动作呢，你可以看出呢，喜新呢，哎，轻轻的一打哈、哦。哦，重发。到了第九分，对，要抢。哦，失误啊！这个球已经撤开，撤得不错，都是。哦，我们应该来讲哈、啊，想要拼的一板球啊，真是。哇！好的位置，但是喜新还是出界，结果以9-11呢输掉了第三局，当然局数呢来到了2-1，是过来。好，第四局比赛开始，中国喜新先发球，应该，哦，是高水准的技术哈。预测能力非常准确啊，他也知道水手直接的反拉，哇，推开，中远台互相的对拉，喜新的拉球的弧线哈，哇，正手，哇，这接发球直拍的。从外面撇过去，这个接发球太变化太大了。哇，正手应该是会拿分的。哇，好球，两大角度。哇，这个拉球哈、哦，可以看出喜新的拉球大概分为三个弧线，一个是前冲弧线，一个是侧拉，一个是不是非常有细腻的变化。哇，这个能。第三局输掉，连得十分。哦，这个选手就会，哦，打一球，哎呀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对，还是，哦，做好一个就拿一分。哦，左右的进攻的能力提高，哦，反拍的打短之后呢？哇，出界，一速领先，极速呢？中国的喜新3-1，啊，领先，步伐又快，啊，这也是让水谷隼呢，应该是很头痛的。好，大阵的，喜新发球，反手先起，好，反手的拉球的力道呢比较弱一点的时候呢，
所谓的压迫式的反拉。对，整个吊开，继续进攻，水果准的正手的连续三板的进攻，哦，这个起心完全看不清楚啊，因为他有一个假动作啊。哦。度很高哈、哦。那也看出日本的水谷隼呢，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哈、哦，他近台、远台，他都可以做一些配。要利用两次发球哈、哦。要能够有拼的机会，就是进攻。对，哎呀，这个球也是发一个出台球了。我想对水谷隼来讲，怎样作战？好，水谷隼的发球，好短球，哇，太长！哎呦，这个球，哦，好险啊！结果是喜新出界了。好，正手短球啊、哦，这个应该是注意的哈，算计哈，摆短的几率非常非常高。那球员马上要变化，撤开，好。好，中远台对了，总是要能够发挥你的整个力量哈、哦，基本上是。腰部、手背的力量都能够发得出来。好，到了第四分，一个摆短，哦，又摆短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出啊。拉网哈，你可以看出喜新反应真是快啊！结果呢？哎呀！水谷隼呢？拿到第五分，哇！好，台内的假动作哦，好像要打他的正手，结果呢？一晃。扯身，应该要让喜新不能那么轻易的打。哇！哇！喜新确实厉害哈、哦，可以从偏左然后转为，哎呀，一个接发球的幸运插网哈、哦，拿到了最后一分，最后啊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下一场的比赛。